床上不能放下后，蹦床上要格外小心，才能快乐又惊醒。我打给医生，他建议蹦床上记得要安全第一。有只可爱的小狗，它名字就叫
动物园大声叫。动物园真奇妙，把小动物瞧一瞧。我看到一只小企鹅，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。小企鹅在动物园摇摇晃晃。